绍一下，郑凯呢是北京电影学院表演学院2017级的学生，是我们的正牌学生，也是他老师。他进入三年级以后呢，这个选择了戏剧方向，是吧？这个其实我猜以为你要选电影，因为你拍了很多电影，为什么选择戏剧方向呢？因为确实就是好不容易有一个机会可以去学习戏剧方面，所以说我就想在学校的这个后两年去学习一下。然后这个其中你关心一个问题，包括老师的也关心，因为俊凯从这个教父外开始已经有很多机会在创作、拍电影、唱歌。进入学校这两年有什么样的感受和收获呢？在学校其实就是更多的就是去。主要是去学习嘛，然后呢，更多的主要就是跟同学们的一些交流，然后呢，在学校里面的一些校园生活，能够给自己更多的一些体会，让自己会有更好的去，就是从高中生到大学生，然后再走向社会这样的一个过渡吧，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学习生活。好了，让我们共同祝愿俊凯啊，学业有成，事业有成。这次的这个得到表彰，其实也是一次继续前进的动力。谢谢。好。